说明他是爱你的，起码他心里有你。如果每次都是你给他打电话发微信，那你就不要问了，其实他心里根本没有你。我不懂什么叫做挽留，我只知道爱我的人不会离开我，因为他知道我会难过。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。世上不爱的理由有很多，我很忙，我很累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可是爱的表现只有一个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仅此而已。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，勾起回忆的伤，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，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道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可是却又想得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让我牵挂？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了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，你是否也想家呢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如果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就不一样了吧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，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，